三角铁茶屋来之前请预约，请不要突然出现在我门口，因为我们空间有限，是希望让预约的客人可以很充分的享受到这个空间。比较少，反正预约就预约，有什么难的？真的？对、啊，没有，我们是以和为贵，是茶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不代表本店本店的。嘿，大家好久不见，今天我要找阿姐一起去喝茶。然后我们从台中的139出发，经过了侯探姐，继续往下走，接着往田中接上149甲线，最后我们经过草岭公路，从阿里山的北侧前往这间位于樟树湖的三角铁茶屋。那这次会想要去这间茶屋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我真的对茶叶有点陌生。台湾怎么说也算是一个产茶的大国，好啦，就算国土只有鼻屎那么大，但好说歹说，手摇茶叶店的密度也是全球之冠。那身为一个同行的业者，我想多少还是得补充一下相关的知识，所以这次就在朋友脸书看到相关的讯息之后，就决定找一天来去这间位于樟树湖的茶屋，亲自去体验一下品茶跟揉茶的课程。那因为今天的行程规划是从竹山方向过来，所以在路线安排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如果你从古坑樟湖一带过来的话，就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因为921大地震149甲线就是这条草岭公路已经路段20多年了，所以只能从竹山内寮的方向改走149乙线才能够接到草岭地区。不过在剪片查询资料的时候发现，草岭公路预计将在2021年的第二季将会全线开通。坦白说这件事情让我蛮期待的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走这条路线到阿里山，然后也经过了草岭公路的后半段。那这里的风景让我觉得有点意外，因为这里的地貌可能是因为处于地震带的关系啊，地质比较脆弱。那这里的山壁跟河谷景观相较于其他地区，我觉得也算是比较特别的。那么等这条路线开通之后啊，我再来规划一个一日游的路线，搞不好也会变成我自己长跑的口袋清单之一。从台中出发，一路骑了2个小时左右。我们在跨过了这座来吉大桥之后，就会抵达位于美山乡太和村的樟树湖聚落。樟树湖聚落南接奋起湖，北望草岭风景区，坐落于象山山腰，面对着周竹圣山大塔山，海拔1500到1700公尺，是属于阿里山最高的茶区之一。周边的地势起伏甚大，高山气候明显，时常有浓雾环绕。在这样适合的土壤跟气候催化之下，这里的茶叶也发展出了浓厚的地位特色。对，刚刚下来那一段好漂亮。你说桥上面？对啊，下来那一段那个整个茶园超立体的。嗨，老板你好。对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这边的啦，在地人。在地人。哎，哦，然后所以一直都在这边吗？对，我们以前这边是没有种茶。嗯，那时候小时候都种金针。都种金针。台东花莲的都是嘉义的过去种的。
哦，是啊，哎，所以以前这边种很多金针。哦，是啊。一进门，老板就拿出了自家产的冷泡茶招呼我们。我跟阿杰就坐在茶屋的门口，吃着山上茶农们吃的便当，配着外头的虫鸣和老板的茶几。乌龙做的红茶，非正统红茶做法，就是将乌龙，这是东方美人的做法。这个好好喝，怎么喝完？所以乌龙茶有乌龙茶的茶叶，然后对，红茶有红茶的茶叶。嗯，应该正确来讲是品种很多种，它都可以做六大茶类。绿黄白青红黑都可以做。茶树有不一样吗？有，茶树应该有上千种。你说的六大类就是不同的处理方式，什么红茶、绿茶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。但其实这样它区分就是发酵程度，不发酵、半发酵跟全发酵跟后发酵，有这四大类。那其实你说这些上千种的茶叶是经过这些不同的处理方式，就可以变成红茶、绿茶、乌龙。对，每种，但是它可能有最适合它的做法。对对对，像红玉也可以做乌龙，可是应该没有人想喝。它的发酵是怎么做的？就是发酵从你摘的时候就开始发酵，没有伤口。是所有茶叶？对。但是茶，然后没有，他讲的发酵就是医学书上不能讲发酵，因为发酵是要微生物，像。面包有菌种，对，尤其我没问题。对，所以这些我们现在因为跟外国人讨论的时候，就是证明 fermentation 跟 oxidation 就是氧化才是正规的，而且是氧化作用。没有菌的，没有菌参与，除了普洱茶，普洱茶就真的有菌，它是属于后发酵。对啊，普洱茶没菌的。那你有去破坏它的叶缘，它就开始摩擦，就会发热，它就开始慢慢的氧化。又一次慢慢，它的确是会发热啊。会啊，它就是破坏的，因为你破坏它细胞，它细胞会产生热的。那还不是发酵？发热的氧化，就是慢慢在氧化。哦，那最后一个步骤是我们说发酵的阶段，就是、卧堆，因为卧一个要量比较多的，要厚一点，它有热量，它就会开始发酵。那个时候就是发酵。对，就会有一些微生物作用。哎，不会，应该是氧化作用，还是氧化作用？是因为行业都是讲发酵，所以有时候消费者会搞不清楚说发酵和氧化。像这是台湾山茶，那我可以观察，它现在的梗水很饱和，因为它还是偏嫩，对的。可是踩会踩到这里来，会踩到梗，会一定有梗，哎，然后只有一种茶类才会踩这里，哎，两种应该说绿茶跟白茶，哎，但是、那个、就是踩非常嫩的那个，都还没打开的吗？对，就只有白毫而已，哦，这跟新芽，那白毫乌龙就是指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对，但白毫乌龙不是只踩新芽，它会有一星二叶，哦，一星会踩到二叶这么长，哦。这是不是人家说的一星而已？对，因为你有叶子，你才有较大的空间可以透过日光去蒸散，才不会干掉。那如果你只有新芽的话，你阳光晒不久，对，它就受伤，那所以也做不好茶。对，所以它只能慢住，就是在室内萎凋，让时间去带走水分。现在跟老板上去楼上，他要开始做揉茶。你要上去啊，你也要上去啊。这种行程不喜欢是不是？不爬楼梯，不爬山就算了，尽量不要爬楼梯。好了，吃饱了之后，我们就上了二楼，准备开始揉茶的课程。经过了老板的解说，茶叶摘取之后，需要经过初步的萎凋走水。接着红茶跟乌龙这类比较吃发酵香味的做法，会再经过揉茶的过程。虽然现在都是改采机器揉捻，但是透过手工揉捻，看着茶叶的形体在指尖逐渐的变化，香气跟滋味也会透着指尖散发出来。这个过程也正好让我们有时间消化刚刚老板所说的那些理论。它又会把里面水分再吸出来，清味又会跑出来。那你揉的越久，它会揉到一个
轻微退化，也是会转轻转甜。对，那我们这个是乌龙的茶青，因为它采的是到乌龙的成熟度，所以它是比较成熟一点。那成熟不成熟怎么看？就跟头发一样啊，嫩的时候它的新芽会长，所谓的新芽就是白这个，然后它现在因为消水的关系，所以它白毫会比较明显。还算是银色的耶，那它上面是有毛是不是？对，它有绒毛。那发酵过程中是你要经过揉脸。Okay, 揉脸的过程中要揉到什么程度？我们要揉到它的不是叶子变红，对，它的梗变黄，经过发酵它就会变红，就是刚刚的氧说的氧化，对对，氧化。OK， 有没有错过他们？应该是没有，他都错别的。嗯，你就想象成一颗球，然后你的手是一个碗弓，让它集中在你的手双手里面。那双手就是你不可能完全集中在里面，你会透过双手顺势把那些遗留在外面的茶叶把它收进来。这个就是挪得，哎，挪得。那他们，但是有一个错误的地方是不可以打太极。刚刚阿姐一直掌握不到揉茶的诀窍。有啦，现在有了啦，有了，你看，嗯，嗯，这个圈子，嗯，还是挪得。好了吧，我没有这么广的画面。老板说，绿、黄、白、青、红这五大茶类，正是由茶叶氧化的程度来做区分。揉捻的过程中，茶叶中的酚类化合物跟茶树会发生氧化，形成茶黄汁、茶红汁这种多酚类聚合物。茶汤的颜色也会跟着变得越深。然后茶叶氧化的程度越高啊，多酚类聚合物形成的种类就越多。那茶叶的制程就是利用控制氧化发酵的程度，从而做出风味的变化。那你力道大的话，滋味比较强烈，收敛性也会比较强。收敛性就是不好。没有了，没有。他刚刚说了，收敛性是适量的收敛性是好的。人参就跟人参一样。嗯。所以我们的名词叫做会化开的色。会化。化不开的就真的。他的都是会被告的色。对。就是会上法院的事。对，我今天就是跟他讲说要带他去喝茶，他才来。对。喂。尴尬的时候他就接电话。很会耶。对啊。干，你没用力，你是在胡乱挪是不是？他有用力啊。原来茶叶的处理过程有点像是咖啡，但是又有一些差异。揉茶发酵阶段比较像是咖啡的烘焙阶段，影响的是风味的轻重。像是绿茶、白茶这种不发酵的茶类，它会比较像是咖啡中的浅焙，会比较多的保留下作物中天然的果香、花香之类比较清爽的香气。而红茶或是乌龙这种比较重发酵的茶类，就会比较近似于烘焙较深的咖啡，留下的会是比较深沉的厚度跟甘甜。不同的是，咖啡是利用烘焙的时间跟火力来控制风味，而茶叶的烘焙只是为了抽干水分，并且停止茶叶的酵素带来的氧化作用。看一下，老板揉出来看起来就很有气质。嗯，对。然后这个，好，好，这个，看起来是很有气质，可以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看，老板看起来就。很均匀耶，对啊，而且闻起来气味不大，鼻子也有闻吗？有啊，它超香的。对啊，然后我的都是那种超直鼻。对啊。根据不同的茶种，选定不同的做法，再依据环境、作物的差异，去判别后制的时间跟手法，再再都是茶农日积月累的经验堆叠。经过两个小时的揉茶体验和心灵的沉淀，我们亲手揉制的茶叶也准备进入烘干的阶段。欢迎介绍是阿里山山泉水是吗？奋起湖湖水，喝了就想奋起，听起来好像不太正常。老板，你就忍耐着点，再没有几个小时我们就会走。相信我们这一集的播出，就引来更多低端人口。
那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茶风味品评。那今天我准备了六支不同风味的茶类，然后透过我们茶叶的品鉴方式。那我们品鉴方式用的器具主要是150cc 的鉴定杯跟200cc 的鉴定碗，它是白瓷的。那为什么用白瓷呢？因为它不会锈蚀槽，它没有那个气孔，所以好的坏的它都会一览无遗。看来刚刚在二楼花了我们2个小时的复健疗程，依然没有办法净化阿杰的心灵，所以我们就决定透过内服，让上等茶叶好好的去除阿杰体内的邪灵。因为今天上午正好有事，所以老板娘不在，所以我们中午没有办法吃到马来西亚风味的餐点。但是在品茶体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老板娘带着儿子回来了，可能是因为知道我们刚刚在二楼走茶很辛苦，又或者是看见从来没有吃饱过的杰哥面容憔悴的样子，所以老板娘决定弄份 bagel 来缓缓我们装满茶汤的胃。就是跟这边的在地的合作，是隐藏版的烘焙坊，就是在社群上，然后工作坊，对，他就每个礼拜三问我说我要拍什么谣，然后下面就加一加一。所以我现在跟他配合，就是马来西亚的料理，马来西亚好像这些的 bagel 风味嘛，对对对。来试试看。谢谢。这个是你们也有在卖的商品吗？对，就是做周末店，周末这样。这也太脆了吧！这也太脆了吧！这个味道听起来好爽哦。对啊。好疗愈哦，感觉如何？它里面这边是焦糖酱，是加奶油块吗？还是对椰糖，椰糖加牛油，加牛油，那个菠萝油，对，很像菠萝油。这个很好吃哎。但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它是白吐司，但是他们的白吐司跟台湾的又不一样，台湾找不到那种味道的，所以我们就想说，因为那是刚好朋友做 bagel， 最后跟他结合，哎，很好吃。上来又可以赏花，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。可是人就是很多。下雨了，下大雨。哇，这么大。对啊。我的麦克风掉在路上，就算捡回来应该也 GG 了。那没放错了。也不用原没有，也不用原路回去找。嗯。还很酷。老板把刚刚我们的茶叶拿下来了。刚刚很认真的在挑。我们刚刚揉出来的东西，这个是谁的？这个是阿杰的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煮的，我们揉的茶冲出来了。要盲测吗？我现在是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。我也不知道。你知道？你一定知道。茶色看起来是好像这个浅一点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。还记得我刚才有讲过一个重点吗？Bagel 要预约才吃得到。哪一行的来的？是它的茶汤颜色会跟你揉的力道有关系。揉的越重，它颜色也会出的越重。哦，这会相对的比较丰富，比较强烈。即将喝到自己的味道。张树虎后起之秀。这么想问我？因为张生，你的职人要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。有信心。这个就是欠一逼啊，应该是最值的那一只，那一只老板。嗯，那这只也不错。对啊，有一个相亲哦。对啊，这个就胖了。嗯，我觉得这只才是这只最有。对啊，这只才是老相亲。不是啊，这只不是你的。对，这只是。啊，真的、哦？所以你看，那只是我的吧？
这就是你的、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啊，都那么好，能够超越老板，大概也只有我了。那你就坐那边，就要坐在这边，过来过来过来，不要在那边装模作样的。这红茶它的香气啊，嗯，香气怎么来着？红茶很少听到人家形容它的香气。红茶它其实因为它有点过度，它的香气相对之下，除了薄荷的品种香以外，你真的工艺香，其实真的是屈指可数。那为什么差异这样？就是当你做轻柔，就是发酵次要低一点，它香气比较明显；当你转成发酵香比较重的时候，它的香气会变沉，然后茶汤变好喝。就只有这个差异。那你柔比较轻，香气保留比较多，可是茶汤比较淡。哦。我觉得三杯差异还蛮大的。你在喝什么？怎样？怎样？你要说什么？因为他刚讲的一个是认真听。啊？香气足，喝就不一定足。这个就是只留表面。我先从最难喝的开始讲课。哦，就是。草味对不对？对、不够干的味道。对啊，特别是，然后有点不足的味道。但是好好做，好其实如果以个人发酵来讲，这三杯都不足，时间不够。然后加上因为它比较成熟一点，其实也很难让它变得很发酵，嫩的比较容易，因为你破坏比较完全。所以你看叶子啊，都还是蛮完整的，比较偏绿色。然后再看一下刚刚的。哇，乳红色，哇，那真的是红色哎，对，真的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出来的，就是有一个衬底，腥味，超腥味嘛。那茶汤就比较淡一点了，就是没有那个转的比较过去一点，对，还是有差异的。我觉得一次能在这个地方喝到这么多种不一样的味道，我觉得这种是一个。蛮好学习，就是味觉分辨的学习机会。对啊。这样太震惊了吗？是不是觉得我们平常干话讲太多？啊、等一下阿杰就要去做一个深度睡眠的体验。对。深度睡眠起来就可以深度了。深度了。便当。老板很好心的陪我们到现在七点了吗？六点半了，对啊，已经陪我们到六点半了。然后雨现在才感觉好像要停，今天应该要摸黑下山。这可以拍一下，这很漂亮，但是有点难拍下。可以。六对不对？那个就是塔山吧，嗯，感觉超级陡峭的，靠腰嘞，它是怎么上去的？好啦，如果我有机会可以来这里住个两天一夜，感觉也是不错，是一个很尬的结尾。好啦，我们不要打扰老板太久，那就回家喽。拜拜拜！这趟阿里山的品茶行程，虽然最后没有办法成功的净化阿杰，威真还淋着雨摸黑下山，但是心里面感觉非常富足啊！从台中出发，再走过草林公路，再到了三角铁茶屋，除了沿路漂亮的风景，也透过跟这位年轻老板的对谈，学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茶叶的知识。那各位有机会也可以上来走走，支持一下年轻茶农。即便没有上课，假日来山上喝一杯好茶，然后吃一点马来西亚风味的餐点，感觉也是很爽，对吧？那这次呢，也带了一点omiyage，想要跟你们这些默默支持小阿频道的朋友分享。活动方法就到 FB 上面那个有一种哈味的粉丝也去看。那今天就到这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
就是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，老板泡给我们喝的那个冷泡茶的茶包，印象很深刻，来进来就喝到那种，对，非常优秀，喝什么手摇茶，就是奋起湖那种烂冷泡茶杯，那真的蛮烂的，烂啊，真的蛮烂的，对啊，老板一讲，奋起湖冷泡茶是很烂的，不错啊。哦，因为我小孩现在在分析读书。我们刚刚进来喝的那个很好喝的冷泡茶就是这个，而且我觉得老板卖的价钱真的超佛心。多少钱？老板你自己讲。一盒250，25包。25包，频道都会讲。还是手绘的，快300。这个网拍也买得到吗？网购买得到。哦。欢迎搜寻旅人茶龙粉丝页，还有旅人茶龙官网。这真的不错喝，我要买一个这个。